人，为什么这样苍白？那是圣洁民族无暇的心态，碧绿的天池像大海，那是蔚蓝的天空飘起的胸怀。今就不衰，那是伟大民族坦诚的告白，高耸的群峰巨浪澎湃，那是生命的原则倔强的心态。功德满把钱还给你了吗？没有，规定的日期到了，功德满说没钱，我要求强制执行。哦，应该说，如果你要走正道，无论干什么你都会非常出色，因为你这个人很聪明，智商也不低。当我们到你们邻居调查你的时候，邻居都说你非常好。哎呀，夸这个孩子这个仁义呀，听话呀，老实啊，是吧？当我说你是杀人犯的时候，邻居不相信，他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孩子这么好，怎么会是杀人犯呢？”是啊，我也想，你这么好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会变成杀人犯呢？抽烟吗？我想喝口水。37岁，应该说是人生最好的。上孝顺父母，中间照顾妻子，下面抚养儿子。你妈说你是一个非常孝心的儿子，你妻子说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。那我就问你，
你为什么可以忍心去杀别人母亲的儿子，去杀别人丈夫的妻子呢？啊？我们知道，你和你妻子结婚，但没有登记，因为你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你怕给他留下一个跟罪犯结婚的记录。你们同居三年，你曾多次让她怀孕，可又都是在你的劝说之下做了人工流产。你是怕孩子长大之后知道他的生身父亲是个杀人犯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没人性啊你啊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这种扭曲的心理是怎么形成的？嗯，尹春日啊，你之所以犯罪，是因为你对社会的积怨太深。我看了你的犯罪记录，你因为盗窃被判了7年徒刑，我想这就是你犯罪的诱因。我没犯罪。证据。我告诉你，这些证据就足够了。你是不是以为杀完人就没事了？有那好事吗？你必须得接受正义对你的审判。我再告诉你个不幸消息，你妈因为你现在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母亲瞎了吗？没有，金局长把她送到了医院，准备做白内障手术。哎呀，可你妈呀，就是为了你操心上火，惦记你，血压一下就升上来了，吃高不下，只有血压平稳了才能实施手术。我妈住院，你是惦记住院费的事儿是吧？这你尽管放心，金局长已经替你交上了。谢谢金局长，谢谢金局长。我不需要你谢我干什么啊？不是人，你是个冷血动物。不，你身上的血是不是都凝固了啊？你跟我说，你那凝固的血是不是化不过来了？林春日啊，临上法场之际，你就不想说点什么？我没什么可说的。从今天起，根据法律的规定，将江燕公司的一切财产予以扣押，划归天马公司所有。这是法院的裁定书，请你在此签字。我就这么破产了？交警队吗？对，我是金刚镇，你给我找一下刘峰。哎，刘峰吗？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对，马上来。发生在我县的系列杀人案已于今天凌晨告破。
么呀？哎，小雨吧，哎，别哭别哭，哎，怎么了？家里出事了？你说话呀，怎么了到底？没啥事儿，我是高兴。你没事吧你呀？啊，你这吓人胡闹了！我跟你说啊，以后这个开玩笑可不能这么开，这吓死我了！我跟你说说，你为啥高兴？涨工资了？我刚刚看了电视新闻，你们抓到尹春日了。你是为了抓住了尹春日高兴，是吧？刚振，我真的很高兴。你为了抓尹春日，都一个多月没回家了。上次回来是春天，再不回来可就到夏天了。你可要知道啊，咱们家离你们局里开车才一个多小时的路程。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！对不起，我很快就会回家。啊，我知道。这桩命案有好多事儿需要你去做，我是高兴，为你高兴。哎，你啥时候回来歇两天呢？你再不回来，我炒你的鱿鱼了。别叫，别别别，老伴儿，那个位置再给我留两天行吗？求你。行，不过你得抓紧啊。哎。请收着，别埋人了哈、啊！我待会儿再给你挂啊。好嘞，进来。金局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金局，你找我？哎，找你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刑警队的靳小玲，这个是交警队的刘峰。金局，我们认识。认识啊？哎呀，那就更好了。来来来，你们先坐，你们来。刘峰啊，有件事儿我想问你。那个给工作满开车那个小王你认识吧？认识啊，我上次关禁闭不就是因为他吗？他撞了人、啊、判刑了。对，就是他。可是有人举报说那个人是工作满撞死的，那个小王是他顶罪进去的。那么你们俩呢，到监狱调查调查，看看这个小王能不能说实话。好，我试试。不过小王这人挺讲义气，我就怕他不肯说实话。我知道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，但是你们俩必须得给我拿下。你们进去啊，你就可以暗示他，就说功德满也马上进去了，是吧？你为了坐牢有什么意义啊？没意义了。跟他推心置腹，得跟他谈，得打动他心，知道吗？金局，我们知道怎么做了。这件事就你们俩知道，要严格保密。喂，郭县长吗？我是银行，我姓张。张行长，你好。郭县长，我刚才听说工作满的江烟公司因为负债已经破产了，公司所有的固定财产都被一家天马公司通过法院拿走了，他们的公司在银行的1000万贷款恐怕就追不回来了。不能吧，龚德满挺有钱的，他怎么会一下子破产了？江烟公司破产这是真的，我刚给工商局局长打过电话。那他突然破产了，应该通知你们银行啊。就是啊，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没人通知我们。这样，我先问问到底怎么回事，然后再给你打电话。郭县长，工作满到期不能还贷，你我可都脱不了责任了。哎呀，你先不用说这些，待会儿再联系。喂，德满吗？我是素英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已经到门口了。哎呀，你快进来吧。素英啊，赶得真巧，我正要找你，你就来电话了。走，吃麻辣烫去吧。德满，刚才银行的张行长来电话，说你们公司出了点问题。我看你这样，也不像是出问题呀、啊。
是出了点问题。我因为要转产，我就把江岩大厦卖给了天马公司。咋的？要转产？现在餐饮洗浴啊开的多了去了，根本不赚钱。我打算转产，开一家房地产公司。我把江岩大厦卖给天马公司，这就是我做的第一笔房地产生意。为什么先让江岩破产，再卖江岩大厦呢？这是资本运作的一种方法。生意上我不懂，德曼，你可要注意企业形象，别给人一种你已经失败的感觉。没事儿，人们总是以成败来论英雄。苏英，你等我把那几栋大楼盖起来，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。你现在筹备盖楼，银行贷款快到期了，你有把握还上吗？我打算跟银行申请贷款展期，另外我还想跟银行贷款500万组建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。苏英，这两件事儿你可得帮助我呀。这两件事儿都不小，德满，我不是推你，我做不了主。这样吧，你是咱们县的知名企业家，我可以把这件事儿拿到班子会上提出来，最好争取政府班子的支持，你这两件事儿就能够办成。好，我先谢谢你。快下班了，苏英，我带你到开发区转一转，看看我那块相中的地皮。行，我正要详细听听你的房地产计划。王子到了。报政府，基建司有人要见你，跟我走。是，谢政府。走。刘队，没想到你能来看我。他是啊，他是刑警队的纪小兵。王志，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。其实我早就应该来看，可是我听说你这个人黑白不分，是替别人顶罪行的，我挺生气，所以没有来。你这个人嘛，是讲义气，可是你要看看跟什么人讲义气。这义气嘛，不能乱讲。我看你就让所谓的义气给害了。如果你要是来教训我的话，那就请你走吧。你的这些话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我知道你不愿意听，可是你要弄明白了，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。我的确撞了人。我知道你没撞人，别人不知道你开车的水平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以前的事你就不要说了，反正现在我不已经进来了吗？你知道你进来以后，你替他顶罪的那个人又做了多少坏事吗？我希望你应该明白一件事儿，他不会因为你替他坐了牢，他就不会再去犯罪。相反，他会认为他很聪明，有办法逃脱法律的制裁，他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去犯罪。他咋的了？他这种人根本不去想应不应该犯罪，而是在埋怨自己做事不严密。他认为犯罪没有错，错的只是自己在犯罪的时候有问题有漏洞。你说一个抱着这样思想的人，他的结局会怎么样？他又犯什么罪了？现在我还不能说，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他不久就要进来，来这里跟你作伴。真的？别看他有权有势，只要犯了罪啥也不好使。能告诉我是谁让你们来的呢？金刚镇局长怎么样？王志，你醒醒吧！我知道他答应给你钱，等他进来，你的老婆孩子谁管呢？啊，没人管你。那你们说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？只要你能说出撞车事实的真相，我保证你马上就能出去。好吧，那我就把事实全告诉你们吧。
哎，请问你找谁？我是公安局的。哦，你好，了解个情况，听说你们单位前几天有一个女清洁工被人撞死了，据说她丈夫也在场。她在，这就她。就她。走，你带我演练演练，好不好？你不用了，你见她也问不出来什么了。为什么？自从他老婆被撞死以后啊，他再也不敢扫马路了。看见那黑色轿车呢，他就害怕。要不是砸人家车。现在呢，落一个毛病，整天在扫院子，一遍遍的扫。不埋汰他也扫。你要劝他呢，他还跟你急。他跟你说过那次车祸的事吗？说过。那他肯定说过那个司机喝酒了，是吧？把人都撞完了。车又撞到马路牙上去了，那不喝酒谁能这么开车？司机判了三年，赔了他50000块钱，那当啥呀？两口子感情啊特别好，他那活重，他老婆起早呢帮他去扫大街，结果撞死了。他整天因为这个埋怨自己，这样下去啊，早晚他得进精神病院了。师傅，修车呢？你是？我啊。我是公安局的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我就过来看看。哎呀，这修车不少年头了吧？40多年了。40多年。哎呦，那今年有60？正好60。我干修车16岁就开始干。年头不少了。哎呀，说句老实话呀，我干了40多年也没干够。今年我姑娘在海南结婚了，我和我老伴儿都去了。是吗？在那儿待了1个多月，哎，这一个月没修车，你说怎么着？病了。哎呀，那这对呀，这个啊，干习惯了。要是一天不碰碰这个车呀，这心里头就迷了魔了的，你说。你说这要2年不让你干。是不是就更受不了了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刘师傅，法律上有个罪叫伪证罪，定罪的线是在2年左右。哎，你看，我没做伪证啊。刘师傅，你女儿多大了？26了。刘师傅。哎，好。您坐这个。不，你来，我这个。坐。好，谢谢。那他现在生活怎么样？哎，挺好的。开春刚结的婚。刘师傅啊，有这么一个女孩，今年20多岁，比你姑娘还小，被人强奸了，现在精神已经失常了。你说一个好好的孩子，不但被坏人强奸了，而且还要把他卖到南方去。你说这个人该不该抓？该抓。但是现在我们不能抓呀。为啥呀？我们现在没证据。刘师傅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那天早上到底是谁送来的车？不是，那件事儿，不是已经判完了吗？那个肇事司机也都判了。但是那个司机是无辜的呀。刘师傅，你不用怕啊，你就仔细再回想回想，那天到底是谁送的车？是啊。刘师傅，也可能因为你一句话，那位无辜的司机坐牢了，犯人还逍遥法外。如果你当初说实话，那个女孩也不至于被人强奸。我说的话你懂吗？你让我好好想想行吗？可以。
不过必须得在我们破案之前，否则就没用了。金局，功德满的司机小王终于开口了，他是替功德满顶罪，功德满给他买了一栋小楼，大爷每月给他开工资，而且还一次性给了他3万块钱，这是他的口供笔录。好，那这份证据太多了。好，关于撞车案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，那就是修理部的老刘。金局，咱们什么时候抓功德满？不能抓，要抓他就得把他的案子办成铁案。尹卓月他母亲怎么样了？现在白内障已经摘除，明天出院。这老太太要张罗着要去看看尹春日。可以啊，那你明天把老太太领到看守所去，我也去。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妈，妈，孩子，你好啊，你怎么样了？妈可想你了，妈，妈想你了，孩子，孩子。眼睛，孩子，妈的眼睛好了，好了。别骗我，妈不骗你，是这个女警察领我去看好的。大娘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是金局长让我领你看病的。你们都是好人呐，孩子。妈，我对不起。我都交代完了，金局长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全交代了。我知道，交代一级是死，交代十级也是死，所以我全交代了。好啊，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我小的时候，不是个坏孩子。我是我们班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。1983年，我参加高考落榜了，就到砖厂打工。那年征兵，我在乡里、县里的体检中都过关了。可是主管征兵的人和我爸有矛盾，就硬把我拿下来了。我恨他，可又没办法。在砖厂干活，衣服穿得很破，不知道是我的自尊心还是虚荣心，我最怕最恨的就是别人看不起我，可就偏偏有人看不起我。有一天，砖厂老板让我到城里买东西，走到城郊，我向一个穿着红衣服推着自行车的女人打听道，她不但不告诉我，还用眼睛斜了我。我说你这人咋这样？他就张口骂我，让我离他远点，让我滚远点，说我这样一看就不像好人。我气，我感到我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我就冲了过去，一下子锁上了他的自行车，把他的车钥匙扔到了路边。就在这时，对面来了个警察，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就大喊，他是流氓，他抢我的自行车。警察把我带到了派出所，让我承认另两起抢劫自行车的案子。我不承认，他们就往死里打我。实在没办法，我就认了。
可谁想到，这一下子就判了我七年，我身边没人理我，在监狱里牢头狱霸欺负我，管教的不拿我当人看，七年呐，七年呐，这人有几个七年？出了监狱以后，我心爱的人已经成了别人的老婆，我的同学们都有了幸福的家庭，如意的工作，可我呢，找工作处处碰壁，左邻右舍不拿好眼神看我，警察三天两头来找我的麻烦，我恨，我恨，我恨。这个不能成为你犯罪的理由吧？啊，从监狱出去很多人，他们也有浪子回头的，在他们中间也有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啊。我也想过重新做人，为了躲避熟人的目光，我领着我的女朋友来到了沿江县，想重新开始生活。可我看到是那些有钱的人花天酒地、汽车洋房，可我连个买自行车的钱都没有。那些个坏女人灯红酒绿、披金戴银，可我的女朋友买瓶雪花膏都得合计半天。我打工一个月400块钱，老板还要拖欠克扣，可他们一顿饭就要吃掉成百上千，这公平吗？那你为什么对无辜的老百姓下手呢？我就是想让这个社会不太平，让警察不得消停。混蛋逻辑。哎，怎么样，这三个月累够呛吧？啊，累，不过感觉挺好的。哎，但不能松劲儿。我知道。年终赚怎么样？可以啊。那今天下午跟我去趟瓦房镇，把那伙流氓干掉。小子聪明。什么时候？现在。可以。哎，来来。哎，王姐，哎，又穿红衣服呀？啊，案子破了，杀人犯抓着了。现在都穿红衣服呢。是吗？姐，又买红衣服了？对呀，案子破了，现在红衣服都成畅销货了。吃完饭你好好陪陪张行长，这是1000块钱，你先拿着。谢谢工作。一定要陪好啊。来晚了。还不晚不晚。哎呀，张行长，你来来来来，快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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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告服务员上菜。哎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刚吃完。我今天还有事儿，我和你说两句话就走。哎呀，什么事儿？我妹妹小香啊一直想认识你，可就是没机会。你看今天机会来了吧，你又有事儿了，下次吧。但对不起啊，让小香失望了。没关系的，张行长现在有事儿，那晚上我们一起吃宵夜，慢慢聊。哎，不用了，那么改天，改天我请你啊。龚老弟，我想和你单独谈谈。好吧，你们俩先出去吧。张行长。
张大哥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，金玉，我女儿呢已经毕业了，你借过的房子呢不用了，我把钥匙和房照都带来了，你看一看。我说张大哥，这房子是我送给你的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拿着。龚老弟，我们家人口少，要这么大房子实在太浪费，你还是拿回去。好，张大哥，这样，这个房子呢我拿回来，下边有一辆宝马车，这个你开走，我告诉你，车的手续全都齐全。龚老弟，你太客气了，我们单位有车，要你的车干什么？张大哥，节假日你开着车拉着全家兜兜风多有意思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开车。龚老弟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一步啊。哎，张大哥，好。金爵，我们走访了这么多人，人人都受到谢连帝的伤害，这里的黑势力太猖獗了。是啊，收获不小。哎，咱们上那儿再走访走访吧。啊，可以。我今天实在不行，咱们就住这得了。那住哪儿呢？住哪儿？随便找个地方住吧。行，亮门，先到那个所里看一下。服务员，是住店吗？是住店。啊，什么单位的？我们没单位，就是到这儿做点生意。是。老板做啥生意啊？我们到瓦房镇收点松茸。请进。哎，不错嘛，还在卫生间啊。这价格还可以啊，在这农村住这样的旅店还真不错。不错。哎呀，哎，金局啊，要不给鲁江峰打个电话？对，别，他也累过枪，让他也歇歇吧。好。哥，这腿挺硬啊，这干啥？太难哄了。喂，喂，吉哥，刚才有两个人住进来，说是来收松茸的。啊，知道了，你也注意点啊。啊，对了，你给我盯着点，看他们都跟谁接触。嗯。妈的，看来咱们这收松茸，看来来者不善呢。派俩人削他一顿不就完了？你别乱动。你先去探探风。好，去就。行，来，拿了吧。来，接着玩。这姓李老李家，咱们也得再去一次。可以，好吧。然后进来。两位吃点水果吧，这免费的。送水果，谢谢啊。听说两位大哥是来收松茸的，不知什么价呢？市场价位。服务员，我问你，你们这旅店谢连金那会儿经常来捣乱吗？没有啊，他们那些挺守规矩的。我还听说这里的松茸都让他们扒了。那我可不知道了。哎，不干，你能唱什么呢？呀，豆包肉。嗯，来，走。我可没收啊。哎呀，没事，好吧。哎，怎么样，这两个人呢好像来查咱们的。是公安局的吗？那倒不像。刚才村民贾老六跟我说，今天下午有两个记者在咱们村子里转悠了好几圈，说是来调查咱们承包山林打伤村民的事儿。我正要开车去撵他们，没想到他们自撞枪口啊，还敢住到咱们店里来了。哎，今天晚上你们去给我好好的收拾他们，听见没有？咱蒙面进去狠狠揍他们一顿，看他们敢不敢乱说乱写。他们真要是记者的话还真打不得。蒙面进去肯定没事儿。这样，
我和马龙，我再找一个，我们一块去。行，你们几个加点小心啊。哎，神马，回。来，小马，给我倒点水。哎，来了。喂，你好，110报警中心。喂，说话呀？怎么不说话呀？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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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说话，我们怎么帮你呀？你有什么事儿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。你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。好，说吧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如果你现在有顾虑的话，你可以过一会儿再打电话过来。你尽管放心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可以帮你解决。你一定要相信我们。小姐，电话通了，你说话呀。多少钱？5毛钱。真可真怪，电话通了又不说话。你好，这是哪儿的电话呀？哦，这是电话亭。我这是110报警中心，刚才是谁给我们打的电话？哦，是一个女的。她长什么样子？长头发，个子很高，长得很漂亮。她在哪儿？请你让她马上接电话。她走了。哦，那好，那谢谢你了啊。小姐，你到哪儿？去三棵树。你早说呀，我都坐了半天了。对不起，我也是刚刚才想要回家的。小姐，又是讲座。此时中国卫的弗莱明不清楚身后的形势，追求温波起见还是？好大的胆子，敢在看对手动武！今天不要看，我死掉！我死掉！